可我们不是小杰，我们是活生生的人。李子，我要你当着群臣，当着史官的面大声说出来，当年昭杰皇后到底因何而亡？皇后乃遇火而亡。当年她私下勾结北盘，却又被娘娘发现，才纵火害死娘娘。人心，你即使有冤，也不能劫持圣宫。这箱案卷上记载了历代朱衣卫用鲜血和性命换来的一桩桩功绩，这些年来却不见天日，一直被锁在朱衣卫的策令房里，难道就不配有功于大安吗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可我们不是小节，我们是活生生的人。都水了，都水了。如今朱衣卫的策令房已毁，天下之大，便任诸位而行。走，走吧，不干了，不干了。醒了。